七月十七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嗯，对。我迄天我过了七月十七，迄天庙的，迄拄讲去宜兰风景，啊，唔知，不要紧，啊，即摆你也要提醒交代啊。哦，找到恁。OK。谢谢，好，再见。先坐，起码来要去吼，先交代庙里边。 由金兰会第三届第七次会员大会，大会开始，请起立，全体肃立，等前排领袖请向后转。 主委员，咱的春梦，咱的主委。金兰会执行长，也是西丽高福强董事长廖永生廖主委。继续介绍给咱北北基金会长。
伊是咱金毛女士五角大寺庙，咱游宗义游分会长。桃竹苗分会长，也是咱桃园慈母宫主理委员吴振中吴分会长。再来介绍给咱庄昭侯分会长，也是代表国神宫，今日由着咱刘天角刘兄长来代表出席。高平宏高雄领导朋友分会长，也是咱罗德天桥宫主理。林金星来林分会长，你过来，那等下会到场哈，谢谢。再来介绍给咱宜花东分会长，也是咱南丰二南平区主任委员，但就是单独的哈。介绍咱金兰会副主顾问安世廖洪副委，谢谢。再来介绍给咱中华神农大地促进会第一组长游延川游理事长，谢谢你们分享。那么再来介绍咱今日出席的会员朋友，现在咱的教练咱的顺序位置已经把咱先报到来做一个介绍，你将欢迎到咱新北金毛利朱凤娇。现在介绍给我们的单位，向您站起来，让我们会场跟大家挥挥手，谢谢。再来，藤红朱红娇，欢迎。代表国神宫，代表大喜东神宫。咱的主办方台湾海边海来田美宫。咱是咱的总会，也是咱台湾正统的柠檬幸福雕。高雄罗德天后宫，啊，阿妹讲，太神太神了！宜兰南丰二南天宫，欢迎，请好。接着新北市际的大尖山幸福宫。中华风外普天宫，欢迎北港调诶，还是咱高雄三地处三凤宫，大家天月宫，谢谢欢迎，新北土城五谷神地庙。新竹地河宫，中华万里富民宫，中华龙华朱慧堂，欢迎三里光复宫，高雄东石山关帝庙，华丽秀丽叶天宫。代表上山慈惠堂，欢迎到达许天宫，代表北河福安宫，宜兰嘉溪德阳宫，台中国民宫，欢迎高雄标新宫。台南后壁太安宫，高雄北门安平观音宗庙，宜兰大鳳寶田宫，嘉南天天宫，桃园八德福慶宮，宜兰八鼎保安宮，新北三龙二天宫，欢迎东山殿宇庙，欢迎厦门天主寺，台南五甲尾天后宫，
所以我们台湾开红酒包红酒，依然炒红酒酒酒，新北三家金牛酒马祖酒，桃园南坎福茂福酒，台中五福南平酒，昆林素鹅长平酒。越到后面声音越响亮，已经感受到我们的活力了。这首歌由以前的关帝听，再来花莲水师先飞师，新北板桥自卫中，台中龙井三龙玉武提中，中州桥宝兰中。花莲德安信南宫，嘉义梅山玉溪宫，台南溪洲板红宫，嘉义古港口港口宫，台南地上玉泉宫，西方高州虎田宫第二宫。台中宏源自制宫，台南月琴虎徛宫，台东太平温泉地，新北石名五路寨寺庙，台中天寿宫，昆林大陂文贤宫。目前到场，要再来新北十字五重山主信宫，咱都有秀因为红红的关系，要跟你路上，等你有秀来到场，我会利用这种机会，进行当中补充为大家介绍。首先有请台湾石油金兰会，咱的总会长汪金荣秘书。好，多谢。首先，咱是不是啊？我给咱哦，安平天路中所有辛苦付出的大家，拍一个好名，感谢你。啊，大家哦，今日啊辛苦的申办单位啊，咱罗主委哦，也是咱文达人的副会长，后干啊要申办哦，台中单行单行中。我感我感觉感觉两个咱业务会长啊，林董事长啊，林水秋，我感林总理、林董事长啊，阮总哥，哦，啊，感恩国文会长，国会文会长阮苏干啊，徐院长啊，咱安国文，哦，感恩金兰石油，哦，诶，副会长、副徐院长、安李干事、安国友忠诶，主持大家。哦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大家，感谢大家，刚好做时间啊来参加，和咱第三次、第六届的会员大会。因为咱台湾石油金兰会已经设立啊，已经要接近31年，而且大家还要感谢咱国友忠哦，大家拥护支持。所以讲，咱金兰石油台湾分部个老主任。哦，冲击到暂时，你也看日积哦，茁壮，而且大家也要感谢大家的拥护支持。咱大家知影，今仔日哦，罗主委哦，副会长啊，咱国平安，即个即个团队为着办这个大事哦，非常的认真、认真、负责，赶快来跟您开过来会啊。啊，国平安哦，伫罗主委的交代啊。哦，要看团队，哪论哪个要打工，哦，
规划咱讨论检讨安尼，你也看，咱一只规划啊，咱若规划讲是带往教户，咱若规划咱景点、旅游、咱地方的生产文化，哦，规划这个安尼。所以讲，人讲安平天就讲伫台湾啊，哦，特地咱做足济景的拍哦，来咱来好，因为啊，咱较早的业务啊是咧往拜拜，即卖已经进入服务业啦。咱身为国中的主事，就是讲要哪好，咱地方文化特产哦，还有特色，把它发挥出来，带动人潮。收入多，咱会当加来做寡社会公益安尼。哦，咱地方啊，咱公安人嘛，到有兴趣。啊，最后，直接大家祝大家哦，身体健康，大家无烦无恼过日子。啊，祝大家多谢，谢谢。谢谢分享张委员，个人要请到咱技术先办单位，安边海外朋友叫罗优美罗助理秘书。各位莲花，啊，各位贵宾，还有咱台湾市的银行的张委员、洪张委员，啊，咱咱林委员，啊，林主席先生谈。一个变成伊先生，啊！伊伫咱个发国门，啊！谈咱即个事业平安会，即个迄个干事、秘书，以及咱大分会分会长，啊！谈咱执行长、副执行长，啊！啊！各公庙个董事长、副理事长，以及公庙代表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咱安平平安宫。这个疫情会当在新冠疫情第三届、第七次的这个大会哦，啊，阮全体委员也是感觉足荣幸啊！啊，所以伫接到这个任务了的时阵，阮就一直吼朝着啊，要安怎在这个这个活动哦，啊办哦，一旦顺遂安怎？因为咱这个单位哦，会联系哦。已经结合三十几单了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在咱那么浓厚的情形之下吼，要安那把咱的朋友互相来学习，啊来带动吼，会当以咱的朋友来为这个社会啊来做一个付出安尼，所以吼、哦，阮真欢喜来办这个活动，啊，利用这个时间，啊，借用这个时间来向大家学习，啊，大家吼、哦。会当伫这个地方，来替这个地方做一个代志。啊，今仔日我代表阮安平天龙宫吼，会将委员啊来欢迎咱，再次来欢迎咱所有的朋友，或者技术先生吼，来到阮安平天龙宫啊来参加这个大会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非常感谢，咱这是这几组一个这个来分享分享的，咱这是我先把带领安边台湾朋友中有罗助理所率领团队，咱这几组热烈掌声，谢谢他们。而且补充介绍，就是来到会场咱的优将，台湾第一大天赋金虎将。那么我们先做这请站起来让大家看到你好吗？谢谢，这是咱的，谢谢咱的金虎宫，谢谢。再来苗栗玉成宫，咱好欢迎，我是吗？再来屏东恒春和双阳福德宫，谢谢欢迎。新竹市普天宫，谢谢。但是呢，然后另外在咱的云江，咱家那个高雄府里，大家来看上，还有五节单一高雄路的天庙宫，来请司令和大家来领红红起来。谢谢高雄。贵宾致辞，请周委员来邀请新出来的贵宾代表来致辞。哎，我大家好，我大爱，我名叫哈，主歌跟我们继续歌哎，你们讲客气。啊，咱今仔大家，我咱今仔，那是喜欢叫大龙头，我要甲大家变得比古好咯。哦，啊，落了，来。
谢谢。那么非常感谢咱的贵宾哦，时间的关系，拢无跟咱计数。再来，跟大家报告，咱全体会员总共有98间，这次报名有90间，目前咱完成报到转数啊，几乎是转数。谢谢，咱我来给你一个掌声。安尼，台湾石庙金兰会，咱今日出席人数已经达到开会标准。第7次会员大会会议已经正式开始，讨论提案，提案拢总有7个提案，请大家参照看，给咱的手册，请参照手册。阿布拉，我们平常做国营嘛，阿国营在办，啊，前几年在那个办，我讲打鼓。起码这疫情的发挥，还是那个，咱到了新店宫，迎接大家，先达到新店宫迎接大家，嘛是咧办，因为我只阿真侪人基本上只我只阿出正宫，大部分拢咧办。祝你们委员结束，大家好。啊，今天呢，今天呢，那是得到这个提案个。这个办这个金兰会大会，啊，我为所有的我有奖哦，啊，希望哦，所有董事长、甲主任夫人，这个啊，大家来当事哦。我这个所在是安尼啦，是一个好好山好水啦，一个很好的所在。谢谢。那么口罩哈，配了来了我们口罩拿下来，为着保护你、保护我、保护咱大家，咱口罩拔来了，咱就暂时卖讲话哈，暂时卖讲话哦。这个疫情实在给咱影响太大了哈、哦。来，是不是准备好了？后边来，咱第五排徛起你呀。来，上水的笑容先提出来。哪里？咱这边看出来一点点嘛？对。嘿嘿，是。来，这个太帅，小伙。哎，第二点二。来，转过画家来，一二。